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明杰，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呢，就是我的妈妈。妈妈，你记不记得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是什么？记得，记得很清楚，就是才华的第一笔奖金，嗯，你的第一桶金给我，太珍贵了。你有没有为我哭过？有啊，才华的时候你在上面表演，我在下面哭了稀里哗啦，那是很感动，你的努力得到了认可。我有让你骄傲过吗？你从小一直让我骄傲，我从生你一直到现在一直感到很骄傲，你就是我的骄傲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儿子呗。